的主席，我们宋楚瑜宋主席，宋主席，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我们真的很在乎我们总统候选人对于我们全民健康的白皮书，时间不多，那我觉得说做的比说的更重要，好不好？那这都是我们的在新年的第一天，然后呢就热爱自己的健康的这群非常可爱的朋友，我们就说掌声好不好？这位女士，各位亲爱的乡亲，新年快乐，大家好，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快乐的新年，也是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元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福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但是要平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大家要活得健康，要活得有志气，更活得有朝气和迎向未来。乐观奋斗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志愿。刚刚季振女士特别强调，我们要重视全民的健康，而且我们不是用说的，而是要用做的，那就是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好的环境，由我们政府整体来关心我们对于运动和全民健康的这一些基本的要求，让我们扎扎实实的重视对于我们全民运动的关注，不仅给予专业的关心，更重要，对于运动员去参加国际的竞赛，给予他们很多的支持跟照顾培养。想当年我们看到季振女士和我们过去非常心仪的杨传广先生，在全世界当我们国家遭受到最困难的时候，飞跃的云阳能够带领我们冲向全世界，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政府关心这些运动员，照顾他们，不仅照顾他们在运动场上，而且还要照顾他们在未来还带领很多的运动，让他们有好的职业，让他们很多的尊严，更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带领这个国家永远的向前，不但要跑得快，而且还要看得远，跳得更高，让中华民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我们一起加油，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尤其为我们的子孙，走出和跑出一个健康的未来。我们为这个来共同许愿，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中华民国万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非常谢谢宋主席，我们是不是也为宋主席加油？其实就是为我们自己加油，为我们国家加油，我们掌声。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非常谢谢宋主席这么早就来了哈。好，谢谢。那就说宋主席呢，他会给我们走一点点路哈，然后待会呢，那个林瑞雄林啊，医生他要跟我们走全程。谢谢你这么的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对，那谢谢我这个不情的邀请函，谢谢您来。谢谢。那您可以到下面。对对，我们那个总监，谢谢，谢谢我们宋主席特别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呢在元旦第一天健走的好朋友说几句话，同时也给大家的祝福哦，谢谢，再一次的谢谢。是总统大选，你手中珍贵的三张选票，请记得立委票，请投给为您解决问题的亲民党立委候选人。政党票，请投选下秀东区九院东山改进票做政策新加坡金平东。总统票，请投给有能力、有魄力、能为您做事的，请投三号宋楚瑜，
林瑞雄，让最有执行力的亲民党团队和您一起掌握未来关键四年。1月14号，我们一定要用选票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决定台湾的方向。